你们逼我也没有用。鹿晗这个小伙子，一个大活人，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，至今生死不明。你继续幸福下去，走。安警官，我想喝一杯，行吗？服务员，拿瓶啤酒。7年前，我从丽水县调到青海市，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。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，那个副局长的位置，非我莫属。啊，来喝水。哦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在京海还适应吗？啊，挺适应的。嗯。啊，你和同志们的关系怎么样？嗯，挺好。嗯，就是没有特别熟的。哈哈。啊，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，你对他是什么评价？他，我觉得他年富力强，有冲劲儿。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。竞争对手？这副局长的位置呢，空了小半年了，该安排个人了。我？啊。合适吗？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，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。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，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，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，在供电局里挖窟窿，性质十分恶劣。哎，何水，哎，你是技术人员，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。可，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历深，我怕。你怕什么？你是我的人，你怕什么？那段时间，供电局里风言风语，倒是杨建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，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。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，我猜到是杨建的后台，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。这是干嘛？交个朋友吗？交什么朋友啊？这么贵？拿钱做我的朋友，还是继续竞选？你选一个。这些钱，我是肯定不会拿的。那就是跟我做敌人，啊！高启强提到了谭思言，对。王丽，钱，不给。
不给你。王丽，滚出京城！我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，李想天天忙他的，张彪不待见我，我就愿意跟我那些徒弟们混在一起。我有个徒弟你认得啊，鹿晗。那时候坐在窗口这孩子吧，他就好吃这个，我是一直不爱吃。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，一失踪就六七年，哪儿去了呢？那大鹏就没了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说根本就没有死，就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呢？那等到合适的时机，呱蹦出来，然后吓我们一跳。没你这么顽皮。那最受接口那个案子是228枪击案，你知道啊？有点印象。什么有点印象？受害人你们同事吗？王丽吗？哪个王丽？电力局啊，你们单位那个王丽啊。副总工，我跟你竞争过那个副局长吗？啊，我那个时候是人力部主任。他后来调回老家了嘛，我就当上了副局长。你说他要没调回老家，当了副局长，是不是他也就跟小鹿一样失踪了啊？你说喝风喝顶啊，怀疑我啊？两个老战友，老哥俩聊聊过去的老案子，有问题吗？扯那么远。王丽还有鹿晗这案子，我当时就是听说了。那也就是听说了，跟你无关啊。跟我无关，毫不知情，毫不知情，从未参与，从未参与。哦，那你对警徽发誓？我不是警察，我没有警徽。来，对着字儿，来，发个誓，来。我发誓，毫不知情。从未参与。信你。回来了。非常不好的消息，王丽失踪了。她失踪是在他们家小区。监控设备没有提供任何线索，省厅的专家已经奔赴现场了。你什么意见？至少，应该不是高启强做的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王丽确实是掌握着高启强的证据的话，高启强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。唯一的理由是，有人想把京海的水搅浑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更不能受到干扰，应该集中精力继续查电力系统。王丽是谁？电力公司以前那个副总工王丽。不，跟我没关系。来，把嘴里东西咽下去，眼睛看着我再讲一遍。这个什么王丽失踪啊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跟我的判断一样。现在啊，我是四面楚歌，整个京海屁大点的事都栽在我的头上来，好像啊，把我整死你们就能结案了。你呢，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警察，千万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。不用跟我讲我该怎么做，也不用把自己摘得那么干净。哇，你要说别的事情我还能陪你聊一聊。你说这个叫什么王丽的，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。小兰来了，对吧？还有一个，最近我觉得很奇怪。哎哎，你们什么？哎啊，回头再讲。哎，
开玩笑的，赶紧去吧。好。哎。是打了挺久了，奶茶都要凉了。嗯，我这个还热呢，我们两个换。不用，我都已经喝过了。哦。这东西有什么好喝的？甜呗，不都说嘛，甜的东西可以让人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其他的味道。那不就是骗人吗？不是，是妥协。你好，我们是市戒毒支队的，接到有人举报，在这里有人吸食毒品，麻烦跟我们回去接受一下调查。我又没有吸毒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要抓的是我。刚才是我把这包毒品放到自己奶茶里面的。我不能陷害一个好警察，也不能对我的丈夫弃之不顾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就像你当初一样。我们是省专案组的，安心同志是我们专案组的副组长。吸食毒品是个误会，刚刚店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全程有录像。那包所谓的毒品根本就是假的，不相信你们可以带走化验。其实那包毒品是假的。什么？我真的戒了，我跟那帮人早就不联系了，但马经理催我催得太急了，我只好买了一包假冒伪劣的速溶奶茶。你可别跟我撒谎啊，千真万确啊，商店地址告诉你们，你们可以去查嘛。虽然它是三无产品，但它的的确确就是一包奶茶。所以安心，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，你就过来陪我演戏的。我就是在赌啊，我赌你肯定不会害我，赌赢了吗？戒毒队待几年了？十年。我跟你们回去。谢谢配合。我先打个电话。行。喂。找到杨坚了。和马涛在一辆车上，目前正穿过市中心，很有可能持有武器。等他们远离市区，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，清开一段路，随时抓过。是。中午蛋。
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要离开静海了。去哪里？北京。医生说了，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。明天走啊？几点的航班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我都安排好了。这个带上。这什么？钱吗？穷家富路的，又要看病，又要照顾孩子，要吃要住，哪里都需要用钱。我一个人也花不了，拿着。就光给我一张卡，也不跟我说密码多少，你这有没有诚意啊你？1975-96，你生日。不用，你拿着吧，我有钱。我真有钱，我用不着你给我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。好。在京海，继续做一名好警察。照顾好自己，注意安全。白天行，我们在服务场了，我哥被刺残了，你快来！你们有什么意见？有什么看法？说说。这个地方好啊，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。不要贼喊捉贼了。说明白点。我叫人去香港打听了，那两个杀手收的是砍人的酬金，不是杀人的酬金，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，那个死变态。蒋天。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，别求我啊！试试看了。好啊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都是千年的狐狸，玩什么聊斋呀？高启强，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？你有什么想法，赶紧说。我有个提议啊，与其除掉我，不如合作，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。丢了一个合作，合作，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？把腿拿下去！像什么话呀？什么地方啊？啊！好家伙，一个拍桌子，一个上腿，你们不如动动嘴。干嘛呀？弄得剑拔弩张的，现在咱们到什么时候了？你们自己还心里不清楚吗？我的意思啊，官场自然有官场的办法，至于怎么除掉，还是要看领导您的意思。我听领导